爱时拍私密照是情趣，但不爱时，很明显那绝对是一场噩梦。不拍摄、不外传是杜绝私密照散布最好的方式。但如果不幸的是，你已经将自己私密照外传，甚至是已经遭受到威胁，请不要再默默独自承受，赶快保全证据，报警求助，让我们保护你。私密照外流不是你的错，勇敢报警求助，相信我们，和我们一起拒绝暴力与威胁。记得保护专线113，紧急专线110，或上 iWin 网络内容防护平台寻求协助。台中市政府。